全女小组第三集, Small Groups All Female Level 3, Entry Number 1, CheerForce Singapore. 好，全女小组现在来到第三集。 首先登场的是新加坡的CheerForce， 那在新加坡后头的就是来自日本的 Buffaloes， 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在日本不管是全国冠军或者是世锦赛都拿下过金牌。 转后加分腿，高度也够，对，然后就360度转一圈之后再回到胸口。 关系好，来稳定就好，安全就好。对对，没错没错。那我们在场边也有做很完善的安全措施，都是希望选手不要因为比赛而受伤。不过，最后有一点点倒地，已经是在比赛结束了，结束了，没有大碍。